当我转入贵族学校，今天无校服日，你怎么还穿校服？你不嫌他丑啊？一件两位数，单位还是万，他怎么样我都觉得好看。他的性格真的好好，如果学校只发一件，我都没得换。哎，你刚刚说的无校服日是什么？你是真的土？就是不用穿校服，这一天你可以穿任何你想穿的衣服。难怪你们今天穿的这么好看，肯定都是名牌吧？其实我们也不穿名牌的衣服。真的？你们也穿这套货啊？那我们是一样的。不是，我们穿的都是家里设计师专门设计的，这样才不会撞衫。OMG！ 不说这个了，我请你们看电影吧，最近《阿凡达》要上了。好啊，我看这附近就有电影院。不用，杨可家就有一个星空顶，比电影院大多了。Oh my god！ 要不我还是不去了吧。这是啥？校服啊？不是你说这里太美的话吗？送你了。今天的阳光真好呀。